神，哈利路亚，呼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，一起来唱，渴求圣灵赐开降临，充满我不敢任何心灵，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，双手来赞
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Come on， 我们一起来宣告。困境不能撼动我眼光，能定睛住基督，全然仰望。因为有你配得赞美敬拜，宣告耶稣，耶稣，我大声颂赞。仇敌谎言不再要权柄。主祢话语使我坚固根基，所赐盼望无人能够夺去，神迹已经降临。高举双手来宣告，不靠才能，不靠实力，依靠神灵成就大事。大山不算什么，必要成为平地，没有事阻挡神工作。黑暗却快要退后，主恩典够我用，我欢呼神的拯救。那么我们相信，我们欢呼的时候，神要为我们成就。仇敌谎言，仇敌谎言不再有权柄，主的话语使我坚固根基，所赐盼望无人能够夺去，神迹已经降临。Come on， 再来宣告仇敌，仇敌谎言不再有权柄。我能看见神动工，他在动工，人尽头是神的起头。我看见，我能看见神动工，他在动工，人尽头是神的起头。宣告神来动工 ，Come on！ 我看见，我能看见神动工，他在动。是神的奇踪，我能看见，我看见，我能看见，是我梦，他在动工，人尽头是神的奇踪。我们再更有信心的来宣告，我看见，我看见，我能看见，是动工，他在动工，人尽头是神的奇踪。Yeah。
好不好？转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：“今天神在你的生命动工。”今天神在你的生命动工。Amen。我们的神是昨日、今日、永远不改变的神。Amen。Amen。但是我也相信，今天神要做新事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让我们来经历那眼睛未曾看见、耳朵也未曾听见的恩典。Amen。好吗？让我们高举双手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。这相告的雨瓶是我所有一切，我打破献给你主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你是如此柔美，你超过我所有，你胜过我的喜乐和我内心的恳求，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，我向你献上我心，我在这献上做馨香，我祭，我在这献上。让我们全然的献上，宣告生命中的每一天，生命的每一天是我所有一切，我献上在你脚前，我知道我不配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我的日子短缺，你赐我生命让我能担当为你，我们来宣告，就像你，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，我向你献上我心。宣告我在这，我在这献上做馨香。
心跳，我们的呼吸都要单单的给你。我在这线上我们同声的开口告诉耶稣，主，我要把我献上，我要把我所有的献上，今天毫无保留的释放你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你倾倒倾倒你的祝福在这现场。数到三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，我们就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再一次毫无保留的把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心思意念、我们的承受、我们的爱戴、我们的尊荣单单的归给你，因为你配得，因为你配得，配得一切的尊荣与赞美。主啊，再一次的，我们所献上的是仅有的，我们所献上的是那残破不堪的，但是耶稣，你今天让这个成为祝福，你让这一切变为美好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，我们同声的来向你献上。得着喜悦，我在这没有保留，没有保留，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你的面前，呈现在你的祭坛前。主啊，继续的烧，继续的烧，烧去我们的软弱，烧去我们的悲情下品，烧去我们觉得我们不配。今天圣洁的主，你坐在宝座上，你自由地运行在这会场。是的，每个心跳归你，每个气息归你，每个赞美归你。主，我们再一次的来赞美你。主，我们以为我们所有的，其实在你眼中都算不得什么，因为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，即便我们能有呼吸，这都是你来的祝福。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承认，把我们仅有的，即便是残破不堪的，我们都愿意放在你的脚前，求你来转化，求你来提升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的缘故，活出基督柔美的气息。当我们进入到家庭，基督就在我们的家中。当我们进入到职场，基督就在我们的职场的当中。当我们在这个城市行走的缘故，基督都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当中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再一次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享受我们对你的爱戴、尊荣、赞美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吧，我们把掌声归给爱我们的耶稣，他配得，配得，配得，配得我们的赞美。好吧，祝福你旁边的，说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美好的日子，美好的日子，请坐。